赌石有风险，入手需谨慎。大家好，我是凯迪，今天分享的是一块摸摸链敞口。这个敞口的皮壳很像莫西沙跟莫忘机，各位脆友们入手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，别被不法商家欺骗。这块料子净重1705克，实心很好，很容易出件。这块料子最大的败笔就是它中间的这一条裂，如果没这条裂的话，那手镯位是有的，但是有这条裂也不怕，因为它大牌跟挂件可以随便出的。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它压灯的一个表现，从压灯的一个表现就能看得出来，这块料子的一个总水能达到一个落冰种的一个总水表现，然后从这条水路就能看得出来，这块料子它是全部化开没有变种。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喜欢翡翠毛料的点赞加关注，每天分享一块翡翠毛料。